番茄，来一个番茄。番茄，番茄，番茄。去祈愿。然后起司地上很多，其实我等一下会拿。有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OK。啊！掉出去了，那里有火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！番茄，哇，那个，这边番茄。哎呀！哎呦，这个一定会掉哎，所以地上火可以有一个人帮忙。对啊，所以要一个人顾火啊。哇，那个没有爆，这有牛排啊。我们要灭火啊！灭火过不去，都过不去。来，铲子。玩的嚼牛，那嚼牛的。好，那我直接下一单了。高丽菜，这边啊，这边高丽菜这里也有，就在旁边。放着，扭。哎，没关系。OK，慢慢来。上面有火。好，高丽菜，牛。高丽菜，你好。这边有高，这边插起司的。牛好的吗？这边啊，这边有牛。插高丽菜，好 ，OK。起司，哎，给你好的吗？哇，我这里过不去。你帮我上菜。碎，漂亮。啊，牛。有，这边好的牛，这过来呢，在这里。哇，这个盘子多余的。哎，番茄太多了。因为我刚刚被火围住了。起司啊，起司。起司左上角切好了。OK， 我看到了。那个灭火。喂，你起司你放着。哎呦！你到这里了吗？起司，超多起司！牛！啊，那过不去！冲啊！臭起司！干嘛？起司很棒哎！你过了，我们有过他。是，这关一定要多灭火。对，火，那个火烧在那里，然后你直接加速跑，就直接被他挤出场外。真的哇！哦，阿奇，我们有打火英雄在。哦，太小，都热起来了。哎呦，现在关哦。是什么？啊、地洞里哦。哦。感觉很精彩哦。感觉会狂摔啊。这又有摇杆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关是第一章里面我唯一去爬文看怎么玩的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了。有人控制主厨机，来拿牛，先对，先跟着拿。好，拿一点。不要多拿，不要多拿，千万不要多拿。好，然后开始剁。切牛。来，切好放着，然后。来啊，我们走了。我们拿饭，饭，先煮三碗。好了，要走了。好，走。来，牛跟鸡，牛跟鸡。煎。OK， 好来。好，先顾饭。妈妈，先拿盘子。OK。哎，还有个盘子。好。饭都先拿过来。好。去右边拿到。来，左边，右下。左上角面包。走上来，走了。牛跟鸡拿一下。牛跟鸡，好。先上牛，妈妈帮我上一下，我就主要控制。好，上牛，先上。上鸡，没关系，鸡上。OK， 好，来，走，先拿蘑菇。拿蘑菇。蘑菇，我手上有一个。蘑菇跟鸡哦，有了。缺鸡，哦，有。好，切。切了！好，煎，两分煎。好，煎了。米，煮饭。饭，一碗饭，煮。啊，我们来拿面包。拿面包。外面。走。这里那个牛，有人帮忙拿一下脏盘子。我拿。好，来，饭。等下，手上。饭。左下角有干净的盘子，饭，糟了，干净盘子，来，这个，先组合，蘑菇的，放盘子里，盘子不是有一个干净的，左下，左下，绿老鼠，啊，我发现老鼠在玩，来，洗碗，哦，好，我觉得怪了，洗碗，
我觉得会乱了，会乱了。洗碗，洗碗。被挤开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是有人可以帮忙控制。好好，我控，我控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重来吗？再一次，对对对。好好，那我控，我控。绕了很多单。对。我就不要不要。然后白金控先煮饭好了，先煮饭。对，先煮饭。先煮饭。好。好，然后盘子拿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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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来一点，上来一点。蘑菇跟肉，然后盘子，老鼠拿盘子，老鼠拿盘子，来切，好切，没关系，下面饭，下面饭，先去走下就饭，就走，来右下，煎牛跟蘑菇，煎进去，好，左上，我们拿盘子，拿盘子，拿盘子，拿面包，没关系，先左上拿面包，没关系，我死没关系。面包拿，直接放那个饭里，放到饭里。好，走喽。好，去右下，去右下，走了。等一下，先蘑菇，先蘑菇。帮我拿牛，蘑菇放走，蘑菇不要再拿了，放地上就好，随便都可以。你玩你这个放。初三。不是你这个反而出不了山啊！哇，老鼠，先走上。不是你不要帮忙组装。好，右边出菜。因为你刚刚那个少了面包，对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哎，因为依序会有小费，拿盘子，最左边，我们要拿。好，煮米，先。我先把裤子放进去。米。然后牛鸡，哎，又煮一个就好。牛鸡。鸡肉跟牛肉，肉，牛肉。好，走了，动了。上，切两份。哎。切好，然后去最下面，我们就接，然后顺便拿再去放，拿脏盘子，好，放，先放，哎，没事，OK， 脏盘子，稍微洗一下，好，没事，不用洗，先去右下，来，牛，我来，鸡，放着，又上菜啊，过。盘子哦，啊，鸡跟香菇，香菇帮忙拿一下，香菇，好，来切，我直接去煮，我觉得我们饭还够，来，我拿脏盘子，脏盘子，拿一下，好，哦，那我们走上洗盘子跟拿面包，哎呀，一个人洗，来，没好给你洗。疯狂被挤开。拿面包，好，去右下，去右下。哦，两个，去右下，去右下，没关系，先去右下。那个好的盘子先拿，香菇先放盘子。没有，放这里。我不敢乱放了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放了。对。有，没关系。等下我放下。下一个鸡需要饭，它需要饭。我手上有一只鸡。等下，有一个，可以出的。哎呦，盘子吗？盘子上面没有，上了。啊！赶快，右边，制造，我过。可以。放，煮饭。鸡跟牛，还有煮饭。鸡。好，下，我们顺便煮饭。煮饭。牛，帮我拿一下哦。等下，牛。好 ，OK。到了。好，没关系。牛，去切。牛跟鸡，都切好。好，牛切好了。好，没关系。送，饭，走。然后左，哎，你们牛没弄到。好，左下，饭。哎，然后上面拿面包，左上拿面包跟干净的盘子。好，盘子。我觉得我们有什么就出什么了。来，盘子，洗一下。好，两个盘子我就可以了，好好，够。煮一下。帮我拿一下。哎呦。牛。买鸡上了。停一下，有饭吗？有饭。这个没办法煮了，这没办法煮了。左下，拿个饭哦。哎呀，四六三，啊，差一单，好难。最后那单可惜了，刚刚有乱了一个。哦，这真的很难。我觉得我们两星很不错了，很不错了。哦，你不会想要全三星啊？对，之后再说。好。OK， 这关好累，这关很累啊，要一个人控。
噔噔噔！没有，我们这个四六三，我觉得不错了。有朝一日，它就会丢变成三星了。这是什么传送门哦？有传送门哦。是。这个好。加油！我觉得，等起来，我们可以的。400分而已。400分。加油！之前好像玩过类似的，一样要哦，松饼。是什么？松饼？切巧克力。反正就是通通。搅到里面去，然后煎它。主要是有一个人顾，而且它面粉你都可以先放。嗯，那个面粉也会坏掉，会。但还是可以先放进去啊，它就是慢慢食材接着一个一个加。鸡对啊，鸡蛋，我放个鸡蛋。巧克力是不是要切？要。对，所以巧克力扔到左边，扔到右边。可以，那个可以丢下来，面粉丢下来就好了。我帮你下面帮你们组装。一个要巧克力，一个不用啊。巧克力，不是，我们拿巧克力，巧克力啦，巧克力，这里微波的在哪里啊？它好了之后还要干嘛？微波的嘞，拿去煎，哎，这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之后要煎，这样子要煎哦，我以为是烤箱哎，好，就要做披萨的了啦。好，这里，哎，这怎么两个面粉？哎，他这关还不错，他时间卡在4分钟。哎，要面粉，他丢一个面粉给我。所以我们可以，他先上菜之后才会计时。哦，再次，喵，再次丢。对，那就再一样哦。哎，对，啊，对。巧克力的，我觉得可以先再来一个。怎么会这样？面粉来一个，面粉两个切好了。喵，他丢面粉给我，丢就好 ，OK。啊！我为什么一直把巧克力丢到垃圾桶啊？没事啊，你。哎，有人上菜吗？谁要上菜？等一下，他巧克力的意思是先做好一次上。他现在卡4分钟，就是他上菜之后才计时。面粉来一个，他有些关卡会这样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先 ready 好，这个先放旁边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一起。我要先煎一下。好。喵哈！你丢到里面去了，这个不能用了啊！倒掉，这里丢啊！不要丢那么多。有人接的时候，你可以再。对，啊，巧克力跟这个也好了，有盘。没有。面粉来一个。面粉来一个就好。好，等一下。再一个。好玩。这个鸡蛋是不是？嗨。地上巧克力扔掉，那个地上巧克力要扔掉。哎，这里你就站这里就好了，来，不然会碍事。哎呀，好啊，来啊，要准备开始上菜了。要等下一个楼梯，可以，哎，好，走楼梯。走楼梯，来了，开始计时。需要盘子，需要盘子。要那个煎的东西。哎，少一个盘子是不是？盘子是在哪？啊，盘子只有一个。白痴啊！你这个啦，下面这个，拿错！我想说奇怪，这单不是好的，来，走，你先，我先，好，来，盘子上，我去等救脏盘子，对，脏盘子，脏盘子是在哪里？脏盘在，会在这边吧？嗯，脏盘子啊，出来，看一下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下马上接干净的，去 ，OK， 去，好，你走进去，下面的可以煎喽，再是哪一个？他这个吗？他怎么去好的地方？哎，那个对，镜子到哪边就从哪边。你先。迷路。哎，不是，你等镜子过去。好，去。我懂意思。好。对，换我。啊，走。张文子，给我张。下一份是那个巧克力跟一般的鸡蛋。巧克力的要煎哦。好。我要可以丢过去了，还没煎。对，巧克力的先好，好，摸口换位置。左边的锅可能要帮我顾一下哦。好，有反应，两个跟我一起上。对，好，我好了。下一个也是在巧克力哦。下一单是什么？我要一个面粉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我还要切哦，要切哦。巧克力要切哦！不要丢！好，那个等下去煎。好。时机抓的刚刚好。
妈，你那应该好了。煎、okay. ，OK。